惠东往部下西。你儿子呢？这里应该是叫老城区了，地方比较老，但是很繁华，很热闹。见到你妈妈，再买一个榴莲吃去。把榴出来榴莲吃爽了，还有吗？这边很多吃小吃的，再回头去那边再回来吃吧，去逛一下。
哥要打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不要怕他，等一下，我用脚踹他。被人再放回来。这个老街还是比较繁华的啊。这是什么？什么年糕啊？年糕啊！这个菜市场好多水果，好想吃。这是酸辣吧？是不是酸辣？那边一个市场。卖菜的那边，我们又从这边杀出去。那是酸辣吗？哎，我们昨天买的李子没买。拜神，这肯定是拜神的。就是
吃什么？